现象时有发生，而社会保险参保一般以月为单位进行缴纳，工作时长未满一月，单位无法为入职人员缴纳社保，导致工资结算受到影响。陈雪萍建议优化现有按月缴纳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制度，改为按天缴纳，为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工作，落实农民工劳动报酬，各级政府应该积极探索，先行先试。